一会儿啊，来歇歇呢，来亲一口，小迷糊来想吃了吗？你爸贵姓啊，迷糊？我自己都受不了了，媳妇儿啊，迷糊来亲一口，迷糊来亲一口，迷糊。你起来，米味来就来亲一口，干啥呀你？啊？你说不想让来亲，不想让来，不想让来亲呐、啊？啊！小迷糊这两天独得老爷恩宠。啊，迷糊啊！你爸贵姓啊，迷糊？哈哈。这玩意儿就这玩意儿不跟你玩了。这外甥长得像老爷。不跟迷糊玩的，这是叫外甥吗？哎呀，迷糊的手太可爱了，啊！崔老四来，四哥来看，先行我四哥来，媳妇儿你把四哥整上来。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老铁们啊，待会儿没点亮，咱们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，没点亮的家人们，待会儿点点亮啊，谢谢家人们啊。有想买咱家营养膏的，咱们家卫士营养膏19.9元一支，95元五支，家人们啊，过来来来。老四，四哥来，四哥来，四哥上来，四哥来，三哥，四哥来，四哥呀，你过来干啥呀？让老爷歇歇呢。四哥呀，你妈贵姓啊，老四？哎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一说到你妈贵姓的时候，我就想乐吗？你不知道。哎，你们知道我这个词儿跟上哪学的吗？行，嗯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我这个词儿在哪学的？知道。你们家里面知道我这个词儿在哪学的吗？你们知道他这个词儿在哪学的吗？啊，你从这个角度看行。今天晚上喝啥呀？拿没喝？嗯。陕西，星爷。四哥呀，你让老爷歇歇呢。是大话西游吗？啊，大话西游。四哥呀，你妈贵姓啊，老四。啊？你妈贵姓啊？老四啊，来亲一口啊。那再来亲一口啊。你哥，你妈呀！四哥，你过来回头！四哥，老爷亲你一口，你快回头！老四，你干啥玩意儿啊？老四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老四失身了！哎呀！我家老四失身了，哇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四哥，快跑吧，四哥！啊！老四也嫌弃呀，啊！啥？好了，咱们玩游戏，家人们啊！找我干啥呀？有想买营养膏的，营养膏19.9元一支啊，95元5支啊，家人们啊！卫士营养膏120克的啊，来，咱玩游戏来，我准备三个小盆儿，我准备三个小盆儿啊，咱这个游戏不是说什么狗都能玩的啊，媳妇儿你能玩明白都算你赢，媳妇儿你能玩明白我都算你赢，我没长脑瓜子那会儿啊，来，这游戏让谁先来，那先媳妇儿先谁来玩，一起玩。今天三个打个示范吧，行不行？啊，好了，咱们玩游戏了啊，该回家了，各回各家。来，这是谁家呀？快回家！啊，有数啊！啊，有数啊，懂事啊，老大，啊，好懂事啊。真懂事啊，他们知道谁家是谁家，老大这是谁家，老大这是谁家啊，老大家呀，懂事啊，好，你看
心中还有点小太阳啊，心中有点小太阳，都可懂事了，家人们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啊，来三位呢，三位坐着来啊，早点直播，早点直播，我的妈呀，家人们，我感觉这是我人生当中直播最早的一天，家人们，今天这场直播，我感觉是我此生当中，自从我玩快手到现在，我感觉今天是我直播最早的一天了，啊？就日本兵家做客。来个牛肉吃啊！再来，哎呀，这牛肉真香，这牛肉真香，啊，再来，好，对对对，对对对对，过来来，过来。我怎么总天天揣着个尺？那我哪知道你为啥天天揣尺？77，我四个昨天跳77厘米啊，嗯，哪天还得测试一下老师，啊，你再测试一下老师，来三个啊，三个坐好了，三个来过来，来，三个坐好了，三个坐，三个玩游戏啊，你要打个样啊，三个你要打个样啊，好。我准备三个碗儿啊，这个游戏家人们啊，我们家Seven不是说100%能猜对，但是我家Seven绝对是80%能猜对，家人们啊，看好了啊，Seven啊，弄Seven啊，Seven，看上这个肉干了吗？不要丢掉链子啊，Seven啊，把我给它放这个碗里头啊，我给它来个简单点的，家人们啊，我先给它轻轻的转，Seven，把它放这里头啊，你现在看一下子，Seven。转哪去了？来，好，三万，转哪去了？啊，再说一遍，三万，你好好的，你好好的，你好好的啊！第一遍猜对了啊，家人们，三万第一遍猜对了，来，给三万奖励啊！来，三万只能选一次啊，三万只能选一次啊，看好了，三万啊，三万，爸爸放这里头，看好了。到哪来了？好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我在转，看好了，他一定要看啊！但你不看，你指定不知道在哪儿啊！啊，在哪儿呢？这里呀、啊，你别滑了，你滑了干什么玩意儿啊？你没自信那是咋的呀，哥们？什么玩意儿？到了。啊，到了啊！我坐在这儿呢，我再转一下子啊，在这儿呢啊。在哪儿呢？哎，你看你不用滑了，你就第一感觉在哪儿？我再往那三离它，让那三离远点啊！它想让它滑了，瞎滑了啊！给你个奖励吧，来，给你个奖励吧。三万呢？看好了啊，三万，看好这肉干啊！他不丑，他不丑，再认真一点啊！他没有心思不在这儿，他一到直播的时候，他心思就不在这儿，你信不信？也不是你寻思啥呢，咱我再也不知道你寻思啥呢。看他啊，看这肉干啊，三万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哎哥。三，你别闹啊！我在里头远点啊，在里面。三，你只能选一次啊，你只能选一次啊。三万看好了啊，三万，你看看你，真的每次都可不给力了，咱也不知道为啥。每一天直播的时候可不给力了。其实我跟你说，三万平时他真挺听话。坐好了，坐好，退退退。三万平时是可听话了。三，退。我都没看清。顺起来，看好了，哥啊。在哪儿呢？挨个划了，不给吃了。
那肉少吸引不到他。三碗我给你放两块啊，我给你放一大堆这回啊，看好了吗？好了吗？三你看好了啊，三碗你要看低头，低头瞅，坐坐起来，低头瞅啊，就停，瞅吧瞅吧，行了，大家看着啊，看这啊，看好了吗？拿走了啊，在哪呢？哎呀妈呀，真是挨个划了呀你！三儿，你要听话知道吗？三儿，这真的太……对，你好好找呗，你就坐下。三儿，你要听话，你看看你，你怎么总划了？只能选一个。选一个，能不能选一个？三儿，能不能选一个？哎，你看我刚才我直播之前老好了哈，行啊，咱也不知道为啥。看好了啊，看好了，看，no no， 选一个哪儿？翻车了，翻车了，咋了？不给你吃啊，那小牛吃，我给你来，我不吃。三碗这么的啊，三碗啊，你这么的啊，这么的三碗啊，离你近点，你只能选一次啊，你一次多一次都不能选。在哪儿？你只会选中间的是不是？三碗啊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选哪儿？在哪儿呢？你吃吧，给你吃吧，给你吃盆儿，给你吃盆儿，叼着。站住！站住！你喜欢吃盆儿啊？二选一在哪儿呢？再选一个，再选过来来，二选一选一个在哪儿呢？咱们坐好了，选一个，咱选一个在哪儿呢？再差不多。差不多，我感觉他会选，他就是一到直播的时候，他知道是直播。再选一个啊，好好选。好了，我放这里头，我给他盖上啊，我给他转这边来。看、啊、好了，这个烤下了吧？在哪儿呢，各位？好、啊，不许动，算是对了啊，各位，你记住这里头，你猜对一次，我给你加个肉干，好不好？在哪儿？你这儿！再重新选一次，坐好了。在哪儿呢，哥？小明啊，给你了。沐浴露的话，比熊选那个犬犬通用或者依云止痒都可以啊。你好好选呗，这怎么就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，三儿？在哪儿呢？选一个，在哪儿呢？翻车了，翻车了，翻车了，不行了！哎，三王现在不行啊！哎，调皮呀、啊、你，不好好玩活啊你！啊，你别老熬不死你！这也太好，换个地方不对，换别的地方，靠墙吧。靠墙，这地方可以。三没有感觉，过来三来三，靠墙来，靠墙来。靠哪墙？靠这，靠这边，靠这边。靠地方，坐好了。坐好了，家里靠墙。来，靠墙啊！啊，回到上啊，我把这只放这里了啊，大家看好了啊，来，三碗，看好了啊，我放这儿啊，在哪儿？三碗，好，不许动，啊，你说你有的时候能猜对，有时候怎么猜不对呢？三碗，看好了啊，我再给你拽一下啊，在哪儿呢？三碗，好 ，no， 好了啊，三碗。再给你转一回啊，在这儿呢啊，哎，
妈给吃的。这聊天啊，看好了啊。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你不能总摸。咱看好了啊。在哪儿呢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？在哪儿呢？啊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他，对啊，咱就好好的啊，看好了，看好啊，我再给你拽一次，我还给你拽这位置，我看三位懂不能摸啊，三位看好了啊，你没看到三位，你瞅瞅你，你。在哪儿看？好，行，我对不对？再来一遍啊！在哪儿看？啊？哎呀，这个游戏呀，真的是，你猜不到第二遍，你都猜不到第二遍。我问在，你就是那个咱在家的时候。那他真是他连就是他自己能猜三次。我给你吃，我给你吃啊！我给你吃三连能三连猜。这个啊。一直播他就不好好给你猜。这个看好了啊，三碗啊。在哪儿呢？他。好，不知道。在哪儿呢？他。不知道。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你只能选一次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好，在哪儿呢？拉倒吧，你还是回家吧，姐。你不买。完活，完蛋了，三文。完。你爹整生气了，爹要急眼了。这回啊，这个他猜对了，我给他吃的啊。这回他猜对了，给我吃的，好吧。三娃，你坐好了，快坐好了。这回你猜对，我给你吃的，行吗？好不好的啊？你别把给把力，你猜对三把就行，三娃啊。三娃啊，三娃看好了啊，换这里的啊。在哪儿呢？三娃。好，三娃啊，给你个吃的。好，三娃再看好了啊，三娃，看好了，我再放里头啊。No no， 三娃想想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三娃。还有个蚊子吧，在哪儿？在哪儿呢？他妈瞎呀！我他急眼了。三文也急眼了，我这要考考你的智商啊！我放在中间这里头，搁哪儿呢？三文，猜！哎呦，我好好
这俩人干起来了哟。费鸡眼呢？不愿意。啊？不愿意勒你。不玩了你啊，啊？坐好了，大哥来，坐好了。那非得急眼呢？换老四，换下一位，换谁出场？家人们，你们说换谁出场？我看都谁随塞吧。哎呀，这家伙，这给我气完了，气够呛啊！啊？感谢家人们啊，大伙儿又想买咱们家啊洗手液的啊，洗手液今天下单买一瓶发三瓶，家人们啊，超级划算啊，老铁们啊，啊，咱俩这个洗手液，老铁们啊，19.9元，给大伙儿发三瓶啊，老铁们，泡沫一滴洗手液，来下一位，老大来，三位过来进来，来，三位去，三位，三位给麦霸来，三位进来，来。进来进来，老大出来，来，老大啊，老大坐好了，来坐好了，老大啊，猜零食啊，猜对了给你吃啊，老大看好了，老大你看好了，老大啊，看好了，不许动 ，no。no 不许动，在哪儿呢，老大？老大摸，在哪儿呢？摸在哪儿呢，老大？我让你猜肉干，我不让你。盆儿，我让你猜肉干，我不让你猜盆儿。那个没缘呐！三，别叫了，咱等会儿你再猜，你可以。怎么没网了呢？不知道为啥没网了呢？卡了，我看一下呢。你充连一下那个 WiFi 那个呢？我不用充连，那个。你点还在点。卡吗，家人们？卡吗？卡呀！感谢不悔梦归啊！谢谢啊！谢谢家人们啊！好了吧？现在好了，有了，媳妇，好了，不用管了，有了啊！谢谢家人们啊！待会儿想买咱家这个粘尘纸的啊，8.8元，家人们啊！一个手柄，一个饼，三卷纸啊，过来来，8.8元，家人们买啥去啊？放心吧，啊，坐好了，停，老大啊，好好选一把啊，好，老大就是肉干啊，在哪儿，老大在哪儿呢？你的智商，别玩。老大呀，你这智商就，啊，这儿呢，在这儿啊，他是说在这儿吗？对。哦，在这儿吃吧。啊，老大再来一把啊，看好了啊，老大啊，在哪儿，老大，在哪儿猜一把？啊，在哪儿呢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妈呀！老大挺聪明的。哎，老大你挺聪明啊，老大给你一个，再一个，老大啊，来再给你转一下啊，哎，你这老大瞅的挺仔细啊，嗯，在哪儿，老大啊，哎呦我的妈，在哪儿，这儿，我瞅瞅，老大瞅在这边没有，我的妈呀，真搁这里头了，把特效在哪儿？
这个特效怎么关、啊哎？你看他真知道，哎，你看他真知道了，哎，嗯，咋的？那就是他们一发送礼物那个特效，关不了，那个关不了。可以吧？那个你有那功夫的话，掉好几千人，不用关。你有那功夫，你调那玩意儿的话，你一调，我得调两三分钟，你知道吗？都掉跑了，嗯。嗯，老大猜准啊，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啊！我看老大是不是蒙的啊？嗯，行。看老大是不是蒙的啊？老大，我给你放三个肉干啊！你猜对一个，老爷给你个肉干；你三个都猜对了，仨肉干都归你了，老大啊！看好了啊，老大，老爷放在这碗里头，哎，不许动，好看。看，哎呀，你看大喇叭，看到吗？老大，在哪儿呢？你别看我，老大，别看我手啊！他，你要我手一拿走，看我手。对。干什么？我手一拿走，看我手。老大啊，好了啊，你看你好好，地道的。老大在哪儿呢？给他瞅毛了。你给他扯毛了呢？好，来。哎，给老大瞅的，老大紧张的，这样的。一会儿啊，江哥，一会儿我再玩那个游戏，我就瞅他们，老铁们。啊、哦，我看他们谁金丑，谁不金丑，啊？老大过来，啊，老大学姥姥的姿势呢，来。老大，他重新来吧啊，老大啊，挑战成功，老大啊，来。在哪儿，老大？在哪儿，老大？猜对给你，老大在哪儿呢？这儿呢，好。猜对了给你啊，给你一个，但是你猜第二次就没对。在哪儿，老大？好，不知道。你看你死在哪儿？老大猜一个，快猜一个，老大快猜一个，老大快猜一个，老大。老爷咋的了？辛苦啊！疯了！家人们啊，哎，你这气人呢，家人们，你知道吗？你就这种感觉吗，家人们？气人呢！啊，总共就让他猜三把，你说他两把都猜对了，就差最后一把了，猜不对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，家人们？啊，真气人呢！
欢迎大家伙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真气人的家人们，来来来，咱换老四吧，行不行？这个有什么难的呀？那换小迷糊吧，小迷糊没准都能猜嘴呀。家人们，我换小迷糊吧，行不行？啊，好吧，来，欢迎我家小迷糊登场啊！大伙儿又想买咱们家那个什么的，家人们啊，你们又想买咱这个肠胃宝的啊，益生菌肠胃宝，老铁们啊，现在狗狗啊拉肚子呀、啊，拉软便的，消化不好啊，老铁们啊，巴西呀、啊、都能吃肠胃宝，咱肠胃宝拍一盒发三盒，55块钱给大伙儿发三盒，老铁们啊，好 ，OK 的。点到为止呗。55块钱给大伙儿发三盒，老铁们啊，来，老大，老大去，老大去，老大去，换小牛登场啊，老大来，让小牛直接出来吧，别给我了，来，老大你自己过来的啊。啊，迷糊，迷糊，迷糊来。迷糊最聪明了啊！我谢谢迷糊，迷糊啊，你爸贵姓啊？迷糊，你过来，迷糊，你瞅瞅你，你怎么跟瞅那个精神病似的呢？你坐下来啊！我怎么瞅你像精神病似的呢？迷糊啊啊啊！迷糊啊，你爸贵姓啊？迷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他要会说话，他指定骂你。你听我一下，媳妇啊！我在跟小迷糊玩之前，我瞅小迷糊一眼，你看能不能给他瞅蒙圈呢啊？迷糊啊，你爸贵姓啊？你快抓着苗不许跑，你别跑啊！你看老爷子这么丑难看吗？迷糊啊，啊？你说你坐点，你说你坐好了，你说你他老想跑。这为啥你一瞅他们都撂倒呢？你没发现我迷糊瞅我就跟老四瞅的似的。嗯呐。哎，四哥一瞅他也这样式的。跟你说，平时怎么对迷糊吧？你说老爷平时怎么对迷糊吧？哎，我一瞅他他就毛冷，知道吗？就跟老四瞅的似的。啊，迷糊败了，迷糊五体投地了。你说，哎，感谢家人们啊。来，迷糊来，起来，迷糊来，走，一二三，起，子明坐这儿，迷糊坐这儿，来，迷糊来，来给肉干吃，来，迷糊来，迷糊来给肉干，迷糊啊，快来，迷糊来，迷糊来给肉干吃啊，迷糊，哎呀，你从你养壳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记仇啊你？记仇啊？迷糊一见一看我就往那一仰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老爷你可别咬我呀！我没有蛋，迷糊说：“老爷，你可别咬我呀，我没有蛋呢。”迷糊，你看好了啊，好好想想，好好看一遍啊。迷糊，看好了啊。迷糊，看好了，在哪儿呢？迷糊，摸摸，在哪儿？迷糊，啊，在这儿呢。那行，迷糊聪明啊，给迷糊一个。啊，哎，你给他吃啊！啊，给他吃啊！我想让他自己连续猜啊，不然他连续猜。迷糊看啊，迷糊在哪儿呢？你看看你，没了吧？丢了吧？迷糊，迷糊这不搁这儿呢吗？在哪儿呢？迷糊，
南京话。在南京话，你们再猜一下，你又猜那个，你说你猜错了，在这儿呢。你又再猜一下，你娃在哪儿呢？你娃，你在哪儿？你娃猜一下子。牛儿在哪儿呢？牛儿摸一摸。在哪儿呢？牛儿，在哪儿呢？牛儿，在哪儿呢？牛儿，牛儿，我让你稍息立正呢，啊，上去，上去吧，小牛儿，上去。上去，上去，咱不上去啊！嗯，牛在哪儿呢？牛啊，摸摸，牛在哪儿呢？牛啊，就摸那个。在哪儿呢？牛啊，在哪儿？牛啊，摸摸，牛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？哪个是？哪个好吃的？还往那摸，牛娃，你这好吃的牛摸吗？立正，牛娃，在哪儿呢？牛娃，在哪儿呢？牛摸吗？在哪儿呢？哪儿哪儿？牛哪儿？你让我看看瞅瞅，在哪儿呢？牛娃，牛娃摸呀，牛你摸吗？牛娃摸吗？牛娃，牛娃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牛娃。啊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牛娃，这儿呢。嗯，哎、不行，有点蒙圈了。蒙圈了。他不知道咋回事了。嗯呢。他不知道该摸还是不摸，该不该摸哪儿呢？吃不，明白来，牛一口没吃着，吃一口吧。哎呀，明白这不搁这儿呢吗？老爷给他扣上啊。是不是想让你猜在哪个碗里吗？明花啊，在哪个碗里的明花？猜一下子，明花在哪儿呢？明花再猜一下子，明花，那就不能单独行动，一单独行动就跟老四也是迷迷糊糊的。嗯呐，小明花在哪儿呢？明花，你别瞅我手里干什么玩意儿啊？在哪儿呢？明花，哪个是？哪个是？明花，哪个是？明花，哪个是？在哪儿呢？明花，明花，哪个是？哪个是明花？啊？怎么？在手里的这。在哪儿呢？明花，再猜一遍，再猜一遍，再猜一遍，明花，再猜一遍，明花。小明花，你刚才零食在哪儿呢？明花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？明花。你这不猜盆儿了，大老婆，你更不行啊！你还不给我四哥呢？你还不赶我四哥呢？看明白啊！没了，懵了，懵了。来，接着啊！哎呀，明白没接着？明白这么的吧？明白来，你给大家伙展示个才艺吧。虽然说你没猜对，你给大家伙展示个才艺，明白来，做好了啊！明白来，我展示个才艺啊！明白顶你啊！顶住了，明白顶顶。老爷数三个时候才能吃，明白？老爷数三个时候才能吃，一二三，是吧？你看看你，一二三，吃三，到嘴里你都不会吃。到嘴里他都不会吃，这泰迪咋长这么大呢？这就这样的呀。累腰，我跟他们玩有累腰。下一位吧，家人们。啊，长月宝，长月宝拍一发三盒啊，家人们来。咱们换下一位，下一回该我四哥了，家人们啊。小明花，回来回笼。咱们家的那个，咱们家那个，那你们卵磷脂啊，卵磷脂是54.9元，给大伙发。一罐，这是串儿，54.9，54.9一罐，然后呢99两罐，家人们啊，卵磷脂99两罐啊。哎，大娇，卵磷脂99两罐，家人们要卖卵磷脂的话，你们可以拍到卵磷脂，来，大娇，进去来，大娇。
点去，慢点去。正好一起。哎呀，我四哥来了啊！四哥上这儿来了，四哥来，换地方来，四哥在这地方就行。我四哥在这就行，我四哥猜的准。四哥猜准呢。卵磷脂99发两罐的你们啊，合到50块钱一罐，500克的卵磷脂啊，家人们，卵脂相当相当便宜了啊，相当相当便宜了，家人们。大智若愚，老四。我以前从来没卖过这个价格，你们啊，99块钱两罐啊，家人们啊，有需要的话你们拍吧啊。家里的狗狗毛不好啊，老铁们啊。都给你吃啊，来个戒指。来四个啊。一。二。干啥呢？把舌头收起来。哎，我四哥抢了一个三，这个是那个，是那个三，四个是这个。他先吃这个，还得走过来。四哥，老四给你拆一个啊！四哥，你瞅你这一出，你瞅你两个腿往那一放，我那俩腿赶上上炕了。你昨晚叫老四那两个那个腿儿，你瞅四哥那个腿儿，家人们啊，干啥呢？这是四哥。啊，干哈呢呀？这四哥呀，不想动啊！四哥有点腿软了。四哥坐下，四哥，哎，你看，这怎么趴下了呢？还雪娇沐浴露怎么拍？你就正常拍就行，55两瓶儿啊。然后你看你选什么口味的？四哥啊，来，你给老爷猜一下吧，老师啊，你猜这个上哪去了啊？啊。四哥呀，四哥能猜对啊！四哥，你猜一下肉干上哪去了啊？哎这儿，哎这儿，重来四哥啊！你怎么不对劲了？四哥这儿呢啊，看了吗？在哪儿呢？四哥，不对，四哥现在不会摸了呢。四哥不会摸了呢。四哥离远点来。四哥在哪儿呢？四哥在哪儿呢？你看看，你不能坐下，那地上有点滑呢，媳妇儿。那他也靠墙。我是靠沙发吧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四哥起来，起来一下，对，四哥，你腿起来一下子。四哥，腿起一下吧。四哥，麻了你，你还盘着呢。四哥，咋的？腿麻了？你起一下吧。四哥。站一下子呀，老四啊！行了，串过去吧，我老了。你是真累呀、啊，你不是你是真懒呐、啊？真懒啊！真的啊，就能瞅清了吗？我感觉这个地面好像是，它是不是瞅不清怎么回事啊？那地面是不是啥也听不出来呀？四哥啊，看好了啊！老四，好好的，四哥，啊，不许动啊！在哪儿，四哥？你要两瓶不一样的话，你可以备注啊，可以备注。今天全军覆没，下一局的。我的去啊！不是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猜一个，在哪儿呢，哥？再猜一个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，哥？哪？这不对，不对，哥。四哥其实，哎，你我四哥其实挺聪明的。四哥为什么一到这儿怎么都这样人呢？我四哥猜之前猜100%对的，知道吗？老四啊，
摸这边，四哥在哪儿呢？我看你会不会左右摸，来，会吧？四哥，摸这个，摸这个，老师，摸你摸它，你看我他妈告你了，你四哥摸这个，四哥，好，四哥啊，好，再来哪个？啊，好，然后哪个四哥？啊，然后哪个四哥？四哥，哪个？哪个？四哥在床，哪个？啊，哪个四哥？啊，四哥你全他妈猜对了，啊，全猜对了，四哥啊，给你奖励一个。我给你奖励真不行啊，四哥是真不走道啊。四哥再来一遍啊，老师啊，老师在哪儿呢？四哥，啊牛啊，四哥太厉害了啊，四哥在哪儿呢？四哥，四哥，啊牛啊，四哥啊，好，四哥在哪儿呢？四哥，四哥，你看看你，四哥。啊，你跟我开玩笑呢，四哥，我用你跟我开玩笑啊，啊，老四子啊，老爷用你跟我开玩笑吗，四哥？啊，我这么大人，你跟我开玩笑，老四啊，啊，四哥，你，哎，梦哥哪能对？方法不对，睡着了。我说你应该猜对一次，你给一次奖励；猜对一次，给一次奖励，不能一起来。你猜对一次，给一次奖励的话，那也不是那什么呀？不算三连猜的。那不算三连猜呀？你猜一次，猜对一次，给一次奖励，那很容易就是蒙对的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知道吗？很容易就是蒙对的。啊，你看啊，你看着啊，我猜对一次，我给一次奖励试试啊，看着媳妇啊。下一个选手谁？媳妇儿没了，就剩大脚的石榴和大脚了。石榴大脚拉倒吧，石榴可以啊，石榴能选一下吗？啊，来，老四啊，好，老四哥啊，在哪儿？四哥在哪儿？好，老四。在哪儿，四哥？啊啊！四哥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再确认一遍，四哥在哪儿呢？什么玩意儿？你再确认一遍，四哥在哪儿呢？你，四哥，你我发现你不确认，你不知道啊啊！在哪儿呢，四哥？在哪儿呢？四哥来啊，四哥啊，你好好来一遍啊，还是搁这儿呢吗，四哥？在哪儿呢，四哥？在哪儿？你瞎呀，四哥呀！哎，我是不是没给又没给他吃的？对呀。他应该猜对一遍给他吃的哈。对呀。应该猜对一遍给他吃的啊，四哥，你猜对一遍了，给他吃的啊。你看这情况啊，我把这里头装的全是零食。这个背叛！哎呦我的妈！你这干啥呀？这是。啊，这炸鸡让你整的？干啥了？老四就是懒嘛。如果换成三月的话，你三月跟我一块减肥了，减四月跟我一块减。嗯。这家伙的，你姥爷作妖了是不是，老四？你老四都想说你。千军覆没呀，媳妇啊！这游戏怎么玩的？放车了。明天买副象棋吧，媳妇。行。啊。我看行。下象棋吧，还是？明天还买副象棋玩吧，这玩意儿拉倒吧。哎，明天让他们几个打麻将去。行。啊，行。明天让他们几个打麻将吧。啊，你说打麻将谁？你说他们几个谁像是平时总打麻将那伙儿的？谁像？是吧？小迷糊。老四啊，老四小迷糊啊，小石榴，大脚，他们四个平时在一块打麻将还可以，是不是？啊。看棋有意思，摔屁墩儿了吗？摔啥屁墩儿啊？那你屁股后面有一个。嗯。啊，你看啊，我，你看有的时候吧，家人们啊，我怎么才让老师选对的？你看好了啊，我要想让老师选对，也能选对，知道吗？家人们啊，你看着啊，我先，你看啊，我比如老师拿这个吧，媳妇看了啊，嗯，我先
这个我这个手最后一个停，知道吗？他会盯着这个，知道吧？看着啊，我这个先过去，哎，看着吗？我再抓他，他后停。哎，四哥在哪儿呢？四哥。唱反调啊！老四，你跟老爷唱反调啊！老四看好了啊，看了啊，佳哥，你先转他，后转他，老四就能知道这个在哪儿。看着啊，先转他，好，在哪儿？四哥，对吧？蒙圈了呢，四哥，你说你。对，冷面是酸甜口的啊，家人们。再来一遍啊，四哥看了啊，四哥，哎，哎，好，在哪儿呢，四哥？老四，老爷后停呢，在哪儿呢，四哥？在哪儿，四哥？啥也不知道，就知道翻。哎呀，小迷糊。哎呀妈呀！行了，换下一位吧，玩半天了，换下一位啊。他们吃的这个就是玩游戏吃的这个肉干啊，正在讲解当中。16.9多少个？16.9一罐，买两罐送一罐。16.9一罐，买两罐送一罐啊。啊，不是买二送一。啊？就16.9一罐。三。啊。36.9买二送一啊！36.9啊，两罐啊！嗯，对。36.9三罐。对，给大家。36.9三罐这样的啊。换谁了？该16了吧？换16吧，换16吧。16出来，16出来，16出来。老四进去。老四不用进，集体打脸呢，家人们，集体打脸。打脸有意思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打脸是不是有意思啊？是不是家人们？啊，过来吧，石头来。石头多少？石头来，那石头选一把，你们几个在瞅着，过来，来。石榴长点脸啊，石榴。小明过来，小明来，你们家三口来，我看你们家三口谁厉害来。算了啊，回头啊。人都说三个臭皮呀、啊，顶一个臭可乐，是不是？我看你们家三口咋样啊？啊。哎，在哪儿呢？老四，选一个，老四，在哪儿呢？小明啊，你选个在哪儿呢？小明啊，我小明不敢跟不敢跟老四同台演出啊。对。啊。啊。啊。好了啊，肉干这儿呢，我转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哦，在那儿。小明儿，你猜一个。小明儿在哪儿？小明儿在哪个？哪个？明儿，你猜一个。明儿，石头猜，石头猜在哪个？石头，石头猜在哪个？石头，你净误导人家，老四，你瞎扒瞎，你在这儿。明儿，你猜一个。明儿在哪儿呢？明儿，明儿在哪儿呢？明儿，明儿在哪儿？明儿，明儿。明花在哪儿？明花我都让他猜，你看着都让石榴猜，看了都让石榴猜，在哪儿呢？选一个呀！明花，石榴，你往哪？你啥意思？明花，你啥意思？明花，明花，你什么意思？明花，都说在你手里呢，他爷俩。妈呀！你们仨没有一个猜对的呀！都等着吃呢。停！一、二、二点五、三，什么吃行？就吃行了。就吃行。各比划各的。都说在你手里呢，
那小石眼睛挺圆，你看着吗？小石榴现在没有小的时候勤快了，没有小时候勤快了。小石榴。没有小石榴勤快。你家小石榴挺好看吧，小石榴，你瞅瞅。你家小石榴，软了吗？也中吧。你瞅瞅，你近点看一瞅。啊，是咋回事了？来，小石榴还有一个名儿，妈呀！这老四呀，呜呜是啥意思呢？我感觉他好像在哄石榴一样呢。是吗？我感觉石榴一见，然后老四就特别着急的。真给老爷面子啊！我感觉石榴一见，老四就特别着急的那种感觉。嗯呐。啊，好像在哄他似的那种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是老四太搞笑了。哎。咋的了，老四啊？哎，别的狗叫唤没事儿，老石榴一叫不行。石榴一叫它这样式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再来一遍呢？你们太想看呢？还想看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我再演一遍啊！待会儿有需要咱家宠物用品的老铁们啊，咱们家那个宠物用品，待会儿想拍的话，你们现在赶快下一单啊，老铁们！咱家迪特除臭剂，今天晚上，老铁们啊！今天这是马上明天就不是这个价格了，老铁们啊，迪特除臭剂在第18个链接17.9块一瓶，老铁们咱们明天就不是这个价了啊，家人们明天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，17.9块一瓶，两瓶33.8块，家人们两瓶33.8块迪特除臭剂啊。还有没拍的家人们，你们赶快拍的，咱们家下方小购物车所有的宠物用品，家人们啊，到12点就结束了，老铁们，到12点就结束了啊！家人们还有没拍的话，你们现在拍一单啊！咱家藏玉宝拍一发三，卫士营养膏19.9一支，95.5只啊！迪特除臭剂17.9一瓶，33.8块两瓶啊！家人们，有好多东西都是买一送一的啊！第12个链接卵磷脂99块两瓶，老铁们啊！都特别便宜啊，还有咱原因蛋第19个链接，原因蛋买10个送8个，买20送20，买30送40啊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拍吧，但直播间这么多人啊，明天咱们就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，老家人们啊，有需要的话待会儿你们看就行，每一个链接都有讲解啊，每一个链接都有讲解啊，还有咱第44个链接，家人们，咱家第44个链接是咱们家的那个是咱们家那个羊奶粉，家人们，羊奶粉是买一瓶送一瓶，买一罐送一罐啊，49.9两罐啊，49.9两罐啊，家人们，狗今天累了，别让它嚎了，没有，不可能游累，它不能游累，四个不能游泳游累了，再来一次啊，来，多上点人吃的。好了啊，媳妇来，四个上来，媳妇儿，我让四个坐这儿啊，四个坐这儿，啊，
看啊。咱家没有没有驱虫药啊，叫不动了。你他妈缺氧了，给你家缺氧。老四好搞笑，他爹老四是惦记那骨头呢，啊？吃啥呢？哎，刚才说他们玩什么来着？啊？老四还是喜欢石头了。在那玩啥？刚才让他们玩啥？来，出来吧，来，出来吧，集体出场吧，来，大姐给大姐个奖励，媳妇来，给大姐个奖励，欢迎家人们啊！家人们，咱元元蛋买十个送八个，买二十送二十，买三十送四十啊！家人们啊，你们买元元蛋的话，一定要是买三十个，家人们，元元蛋在第十九个链接啊，买三十送四十啊。买三十送四十，总共给大伙发七十个原因蛋了，你们，总共给大伙发七十个原因蛋，老多老多原因蛋了啊！家人们有需要的话，你们拍吧，搬家了，来杭州了啊！给大点聊聊啥吗？人在森林西，坐起来。人气在脆弱西后。先哎，媳妇给大点泡点狗粮吧，给大点泡点狗粮吧。我顽固，我只有笑着承受，流行现代的爱，死死可买馒头。这自己买的房子不是自己买的，家人们啊，这是我们租的房子。哎呀，这是我们租的房子呀。累了，其实我今天也累了，媳妇儿，我今天也累了，我今天给相当于给四个狗洗澡，家人们，感谢优质雅美啊，谢谢姐姐啊，欢迎姐姐来到咱直播间，感谢优质雅美姐姐啊，谢谢大家伙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家人们。没事，习惯了，我这习惯了啊。益生菌有益生菌没？咱家益生菌今天便宜啊，家人们啊，十二点就到点了啊。咱家益生菌是第十个链接，55块钱的给大伙发三盒，家人们，55块钱给大伙发三盒啊。咱家小宠的肠胃宝了，天哪，小宠的肠胃宝，小宠益生菌，犬猫通用益生菌，猫狗都能用，每一盒是10包。今天大家伙下单的话是49块钱，给大家伙发三盒，一盒、两盒、三盒，三盒加一块总共是30包啊，30包。小迷糊最调皮，假机灵，贼溜溜的样子最好玩。让他们几个抢零食吧。哎呀，看我四哥。肠胃宝啊，肠胃宝在咱家下方小购物车第十个链接呢啊。没看到游泳的直播回放呢。直播回放三人间没整，家人们。啊，我没整。咱下回的话你们想看直播的话啊，等三人间直播的时候你们再来，好不好？等我下回直播的时候你们再来。啊。
给大脚泡上，让给他们省点狗粮吃。得了吧，咬人不得把日本兵炖了，咬人也不能炖日本兵啊，日本兵咬人咱也不能炖了他呀，那得多残忍，那是真骨头吗？那个是真骨头啊，这真骨头啊，我四哥他们可喜欢啃这个骨头了，家人们，咱家这个骨头啊，咱家这个骨头也有货，家人们啊，这个骨头是这个在第26个链接啊，家人们，这个大骨头，老铁们，这个大骨头是媳妇多少钱？39块有两根啊，老铁们啊，这现在这个大骨头，你看俺这狗可喜欢嗑这个骨头了，磨牙特别好啊，39块有两根啊。还有小骨，哎，大脚干啥呢？兄弟，给大脚倒点，再给倒点。那个大骨头是39块有两根啊，还有小骨头，小的香酥牛棒骨，老铁们，小的香酥牛棒骨是卖19块有两根啊。小的香酥牛棒骨在这儿呢啊，这么大一根，一根是150克，老铁们啊，行。一根是150克啊，这个小的是19块有两根啊，狗子们都特别喜欢吃。大的，这我总得拿这个大的，家人们，这个大的是39块有两根啊，这个大的是个大金毛啊，拉布拉多呀，阿拉斯加呀，哈士奇呀，适合大狗吃啊，家人们，人能吃吗？人，大脚，哎，放这点。人不能吃，这骨头是专门给狗吃的呀，专门给狗吃的呀。咱这骨头也非常便宜，家人们啊，19块9毛钱给大伙发两根骨头。你们正常在外面买的香酥牛蛙骨头得20块钱一根呢，家人们啊，都得20块钱一根，在咱家20块钱能买两根啊，买一根送一根呢。还是老大耐看。啊，那这个骨头吗？什么？吃这骨头如吃辣条？什么玩意儿？上瘾呗，意思啊？嗯？大脸是新成员。你说老大耐看呢，老大长得白净，那肯定耐看呢，老大长得白净，待会儿没点亮咱们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，点点爱心，点点亮好不好，咱直播间这么多人啊，点点亮啊，感谢大家伙了，啥也不说了，家人们啊，点点亮，点点爱心，老大好看，老大怎么看都不腻呀、啊。媳妇刚才我说我要玩什么来着，完说带他们玩什么来着，10号今天有没有优惠，10号链接不是肠胃宝吗，家人们，10号链接今天不是55块钱给大伙发三盒吗，家人们，肠胃宝是今天给大伙发三盒啊，嗯，一盒10包，55三盒，家人们，咱家啊，咱家卖的今天是真便宜，别人家都没有这么卖的，家人们啊，还有咱家的咱那个酵素磨牙棒，家人们，咱酵素磨牙棒今天是9块9啊，老铁们，9块9一包啊，我家这个酵素磨牙棒9块9一包，买2包送一包，家人们啊，酵素磨牙棒可以帮助狗狗清理肠道垃圾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，酵素结石棒，看到吗，这个9块9一包啊，调节，你看兄弟们，调节清洁口腔的，看着吗，老铁们啊，9块9一包，一包里头有7根，家人们啊，买2包送一包啊，因为我不知道，你看看家人们，这里边结石棒，停，你看看9块9一包，买2包送一包，这个啊，结石的清洁口腔，饭后一根儿啊，教他们说话啊，
爱爸爸爱妈妈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我来自爸爸，我来自妈妈，我俩结合是娃娃啊。我给你表演一下子呗，行不行？你想不想看？你想不想看？行了，想看的话我给你看一下子，我给你看一下结齿棒，家人们啊。9.9一袋啊，给谁吃？给谁吃？老大长得最好看，咬嘴唇最好看，给老大吃。好像老大咬嘴唇最好看。今天加鸡腿了吗？没加鸡腿。啊？明天加鸡腿吧。今天没给加鸡腿。明天给加鸡腿啊，媳妇儿，你确定明天给加鸡腿？明天给加鸡腿？对。明天加鸡腿？啊？欢迎家人们啊！明天加鸡腿。阿老师情有独钟啊，对这个大骨头是情有独钟的。就是磨牙用的，知道吗？你看家人们，这个大骨头就是磨牙用的，你看到吗？啊。其实你买这个大骨头比买那个磨牙棒强多了，知道吗？啊，大骨头啃的时间长，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骨头，知道吗？你说实话，那磨牙棒，咱家狗已经顶多就啃半天就啃没了，磨牙棒啃半天就没了。但这个大骨头就不一样，家人们看到吗？这大骨头，大骨棒。这大骨啊，老师能啃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都啃不没，媳妇儿信不信？你看家人们啊，咱这大骨棒，它是狗是能啃没的，知道吗？你看看这上面原先是个骨头，慢慢就啃掉了。你看看家人们，就把牙崩了。你不能，大狗没事儿，家人们，大狗咬合力强啊，牙齿啃不掉，狗知道心里有数啊。家人们，咱家大骨头是小骨棒，老铁们，小骨棒啊。19.9两根儿，俺家老四啃这个大骨棒是39.9两根儿啊。这个狗可愿意啃了，牛骨的啊，老铁们，这是牛骨棒啊，你们瞅瞅牛骨头的啊，纯真牛骨头的啊，家人们，真是骨头啊，老硬了这骨头，上迷糊。小明，小大脚是不是拉粑粑了？大脚，好像大脚今天也好看，媳妇拿着点。干什么呢？大脚，大脚乖。他吃啥呢？来抱抱来，大脚来。大脚，来抱抱啊！不好消化，它有啥不好消化？它也不是说一大口咬进去，它也是一点一点磨的渣子。骨头啊？嗯。骨头它压根也不消化呀，家人们。就是它拉出来，它拉出来之后，那个粑粑也是白色的，知道吧？它就把那个骨头吧给你磨成渣了，知道吧？对。用牙慢慢给把骨头磨没的，这吃到肚里的话也是个小骨头渣，知道吗？对，然后它拉出来就是白色的。嗯。大姐，来抱抱。你啥时候给老四生个大胖小子？啥给我四哥生个大胖小子？你说我四哥帅不帅？大姐，大姐稀罕我四哥呀？啊，大姐吧，你老公贵姓啊？大姐，啊，大姐身上洗完澡真香，你好闻吗？啊，好闻。你可算洗香香了，大姐，可算洗香香，你平时可臭了你，啊，大姐平时可臭了。三爸重男轻女，从哪看出来的呢？嗯，从哪看出来的重男轻女呢？我怎么说啥给老师生个大胖小子？啊、嗯、啊！你啥给老师生个大胖小子呀，大脚？大脚脚真大，现在大脚脚。嗯，你说他能抱头吗？
跟老四一样。我也其实我也在想着，我觉得丑子大脚丫子应该没问题吧？这要是哎，这要是长这么大个脚丫子还不爆头的话，那也老磕碜了。啊？嗯。那老四跟大脚生的孩子是啥样的？啊？大大丫。大脚丫。叫大大丫。我还想再等等，等不及了，他姥爷等不及了。啊，他姥爷等不及了，家人们，吃一堑长一智啊。哪个？玩游戏吧，老师啊，咱玩点游戏吧，玩那个，咱玩抢东西的游戏吧，好不好，家人们啊？咱们好几天没玩抢东西游戏了，狗他们一块抢东西，抢点东西吧，啊，狗他们在一块也能那个活跃活跃气氛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给大伙介绍一下咱的这个洗手液，家人们啊，介绍完洗手液，咱之后咱就立马玩游戏了啊，洗手液，咱家洗手液19.9元三瓶啊，媳妇儿把手机拿上来，咱家洗手液19.9元三瓶。有想买洗手液的家人们啊，咱家这泡沫抑菌洗手液，你干啥呢？修脚呢？不是，那脚起了个泡，疼，一走到疼。那个是大骨头，对，大骨头。嗯。哎呀。洗手用啥？用咱们家这个泡沫抑菌洗手液，家人们啊，一瓶是300毫升，啊。泡沫抑菌洗手液，我告诉你老铁们啊，咱现在洗手啊，一定要用这个泡沫抑菌洗手液，知道吗？啊，一定要用抑菌的这种，它可以抑制细菌，知道吗？你看这个、啊、这个，你看让他们看一下这个沫，啊，可细腻了，特别粗了啊，知道吗？啊，就这个沫沫可细腻了，知道吗？特别粗，而且味儿好闻，味儿非常好闻，知道吗？啊，不是那种。不是那种刺鼻的味道，就是你洗完之后它就是淡淡的香味儿。现在出个门啥的，家人们回家一定要好好洗手，知道吗？对，洗手液用了挺好的，是吧？咱这洗手液味道非常好闻，真的。啊，洗了又洗，我跟你说，洗手的上瘾。有的在泡沫一边洗手一边洗手的上瘾，你看，我就挤了那点泡沫，你看，家人们看。我就挤了一点泡沫啊，三瓶19.9元，相当于多少钱？相当于6块钱，6块6毛6，相当于666啊！家人们，买一瓶洗手液666一瓶，6块6毛6一瓶啊，特别带劲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好，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去拍，对，你们可以拍一单 啊。能用好久，真的能用好久。三瓶，嗯，洗秃噜皮了，能用多久？能用好久，咱家这个能用好久好久好久。这个咋蒙圈了呢？这个洗啥呢？蒙圈了呢，这个啊，不能光游戏，人家也要卖货呀，支持就完了。咱三万家人肯定都会支持三万爸爸啊，家人们，啊，主播能回答我吗？这个直播间不可以说实话吗？为啥说实话就成黑粉了？谁没说你是黑粉啊，刚哥？谁没说刚哥是黑粉？我看刚哥说啥了，我瞅一眼啊。我说我从来不感觉咱直播间有黑粉，我从来没说过大家伙谁是黑粉啊，家人们啊。你看刚哥说啥了啊？嗯，刚哥说啥了呢？我没看到刚哥说话呀，媳妇儿。啊？我没看你说话啊。没看说话，你就别理那些无聊的人了。你不能在直播间说狗狗不好。
你说不狗狗不好也行，知道吧？我看那些粉丝团没事找事艾特老子，确实没说过黑粉，老爷确实没说过黑粉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咱直播间没有黑粉，我始终都感觉我直播间一个黑粉都没有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啊，所以，我从来不在乎这些东西。晚上买的小狗狗零食什么时候发货？家人们，那个明后天啊，今天都在陆续当中发货啊，因为咱昨天到今天啊，卖东西卖挺多的，知道吧？4000多单，老铁们，4000多单啊，咱们家一天呀就发1000来单啊，就发1000多单，怎么也得，兄弟们，保守来说的话，得4天能发干净，知道吧？小狗毛发硬，硬的吃什么？毛发硬吃什么？吃卵磷脂，家人们，吃卵磷脂可以啊。昨天那个跳高游戏挺好玩，天天在说，别管他们。行了，家人们啊，咱们继续玩游戏吧，我谁也不搭理谁了，好吗？家人们，我不是说谁也不搭理谁啊，我只能说咱直播间里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播间没有黑粉啊，老铁们，你们畅所欲言，想说啥说啥，你说啥我都认啊，是不是抠脚大汉啊？我这给他起个这个炮，抠脚大汉呢？我想给他种特呢。你家狗粮是不是一种？你家狗粮是不是一种？我俩狗粮就那一种啊，家人们，我俩狗狗一直吃的就是这一种狗粮啊。我家狗狗一直吃的就是咱们家下方小购物车第8个链接这个狗粮，149一袋，一袋狗粮20斤，啊，一袋狗粮20斤。我喜欢点抠脚的，你说你那在直播间里都抠脚，真是的，还让我拍出来抠脚在直播间里头，啊，家人们，咱家木耳。东北黑木耳啊，没有拍的话你们可以拍的，没尝过没买过咱东北黑木耳的家人们，你们花19块9毛钱你们买一袋咱东北黑木耳，老铁们啊，你去买一袋咱东北黑木耳啊，尝一尝看咱东北黑木耳跟平常的木耳一不一样啊，你不喜欢吃的话你再给退回来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我就跟你说咱家东北黑木耳非常好吃啊，咱家现在啊家人们啊，咱家这个信任卡啊，你看3元8咱家这个信任卡了，铁们啊，看着吗？假一赔10，退货补运费，7天无理由，看到家人们？4项，咱家信任卡小店信任卡现在4项特权，看到吗？假一赔10，看到吗？第一，不能给大伙卖假货啊，看到吗？7天无理由，老铁们，我跟你说啊，购买带有假一赔10商标，如商品被认为假货，商家假一赔10惩罚，最高赔付现金为10万元。王家人们，谁敢卖假货呀？你就说谁敢卖假货吧，家人们啊，不疯了吗？啊，家人们想买东北黑木耳的话，你们拍的东北黑木耳啊，咱纯东北黑木耳啊，东北产地就咱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，老铁们。啊，产我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，咱家木耳就是产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啊，木耳特别好，感谢家人们啊，你们可以放心买，放心吃，放心买，放心吃就完了，啥也不说了啊，东北黑木耳就是好，别人说啥都不好使，就是好，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能不能遇见你。你看，兄弟们，这首歌就像我就想给你们唱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能不能遇见你，是不是这个词儿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要对咱们家每一位粉丝都负责任啊。那你下辈子能遇到我吗？我下辈子啊。能怎么能遇不见你呢，媳妇儿？你下辈子不一定能遇到我。这歌好听。因为你把你这辈子的好运气都来，媳妇，咱再狗他妈一块抢零食吧，别扯那没有用的了，家人们都发火了，媳妇儿，家人们都发火了。
啊，你再不抢零食的话，大家伙都生气了，发火了。我这个脚趾都好疼。有人用洗衣液吗？有人用的洗衣液吗？洗衣液，你们别着急，三妈正在测试一款洗衣液好不好用啊？我媳妇正在测试一款。因为现在好多是市面上那个洗衣液吧。我家洗衣液就好多，我媳妇在挨个用。俺家那洗衣液，人都说又能去油渍，又能去，就姑娘穿的水果渍都洗不掉。你没发现咱们家这么多狗，你这一个骨头就够他们啃的了。嗯啊。一个骨头，家人们，啊，我就用这一个骨头就够他们几个啃的了。你会唱《只要你还需要我》吗？什么什么意思？你唱一首歌，嘟嘟一遍，嘟嘟一遍。我不会。只要你还需要我。嗯。只要你需要我。真难听。只要你还需要我，那你又唱一遍怎么唱、啊？对，洗衣液我抓紧上啊，因为我明天最后一款我试一下的，因为这个那个母婴用品，母婴都可以用。我先我看看这个油渍能不能去掉。媳妇儿，你唱对不对？只要你还需要我，我将会是在这里。你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宠物主播老婆三。但那些女人挺会来事儿，三妈也学学，挺会来事儿，咋来事儿啊？挺会来事儿，哪个女的都来。挺会来事儿，我媳妇也会，我媳妇也会。大姐儿，你怎么在这吃火腿肠皮呢？大家可愿把火腿肠皮吃肚里去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火腿肠皮一定要看肚子啊，尤其是大姐儿。主播多搞点人吃的东西挂车。尤其是这个大姐，好了，来吧，做游戏吧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震死了！会整事儿，对我会整事儿。哎呀，我现在就天天盼着大姐什么时候发情。也不正经，啊，不正经。我天天我没事我就盼着大姐啥时候发情。大姐发情之后好给老四生个大胖小子呀！家人们没点亮，咱们点点亮啊！我发现咱直播间人不少。家人们点亮是真低呀、啊嗯！咱直播间从此我估计手都给藏起来了，好像。呀，你们是把手都藏起来了，家人们啊，这不会点爱心呀、啊？老师坐下，师哥来。我买了压缩，直接就是普通的能洗脸擦手东西的，没有消毒作用。老爷比老四都着急，可呗，比老四还着急，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。压缩毛巾不能杀菌，杀什么菌呢？压缩毛巾不能杀菌。我哎，已经肉干了，媳妇儿。我在想。肉干没有了，得再开一瓶。随时随地揣个袜子出来呢，媳妇儿，兜里揣的竟然是袜子。我不知道你这袜已经揣了好几天了，好像是。是不是我穿上来？起来，四哥。穿上干啥呀？穿袜子。啊！你们谁能替老爷把袜子捡回来？啊！老爷穿袜子，穿袜子能拧一点行。嗯，四处跟着老爷。哎，有想要咱家黑木耳的，你们可以拍一单啊！好吃，好吃呀！还穿袜子干什么啊？是不是？嗯。穿袜子显得那个。啊，咱们用这个零食啊，咱家这个零食9.9一罐啊，这个零食在几号链接的，媳妇儿？这个9.9一罐，36.9四罐，家人们，这一罐里头看了吗？一罐里头有35根结石棒，正在讲解当中啊。9.9一罐，一罐里边有35根啊，35根。9.9一罐。然后一共有3个，这一罐里头一共有3个口味儿。36.94罐，啊，对，结石棒，啊，36.94罐，啊，夫妻俩创业创嗨了，好嗨哦！哎妈呀，我肚子疼，这家伙这怎么的？来，你看着啊，你们都坐好了，你们都坐好了。嗯，上洗衣液。坐，小朋友来，洗衣液就在你。乖，小朋友来。呀，你看。那你别走了，但你扑人是不对的，知道不知道？你连我，你不是不能扑我，谁都不能扑，知道吗？扑人是不对的，知道吗？
我擦！酸，你扑人是不对的，知道吗？不给你吃。不能动，不能着急。你没发现三文可着急了？对，三文还着急。坐好了，不能着急，不能着急，不能着急。你我跟我觉得你应该那个什么，不许叫，坐好了。芭比裤在一号链接啊。对，他不叫了，你再给他。对。对，三文性子急，知道吧？你要让三文爸惯坏的。不能叫。坐好了。大家，大家，大家。大脚别吃太多啊！裤子穿上不勒啊。好了，咱抢零食，不，绝对不能着急啊。着急可不行啊，三文一着急就扑人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万一要是给人扑了咋整？对。啊，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我平时训三文，我这么说他这个那的，我跟你说都是为他好，知道吗？我都是为三文好，家人们啊。那真扑了人，你说晚了，等三文真扑了人的时候就晚了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三文性子急呀、啊，哎。快点呢。他们每个都给了两三块呢，知道吧？我是水放有点多，多吗？热吗？不热了吧？还行。大姐。这孩子太能吃了，大脚太能吃了，我咱家大脚吃的这个奶糕啊，这个吃的这个奶糕在24号链接啊，42.9，一袋是3斤。3个月以下7个月以内的那个幼犬都可以吃啊。你说咱这个小咱这啊大点吃的才24个链接，就是小奶狗吃的啊。对，就是小奶狗吃的。7个月以下的小狗吃的、啊。就是假如说你家狗狗刚生出来，母狗没有奶的话也可以吃。新养的一只狗的话，家人们啊都可以吃这个狗粮。咱家 seven 老大老四小石榴，迷糊，就咱家所有的狗全都是小的时候全都是吃咱家这款奶狗粮，嗯，粘尘纸是干什么用？粘尘纸就是粘狗毛的，就是粘，对，粘毛的啊、嗯，粘毛的。媳妇儿，你学历多高？我大专。就这个，家人们看到吗？这粘尘纸看到吗？粘衣服上的吗？粘毛的吗？对，粘衣服粘毛的。嗯。你今天换短袖了吗？换了呀，好了，换了。我中午穿的不是这个吧？不是，粘毛的呀，啊，嗯，粘毛的呀，嗯，咱家是这样式的，老铁们。对。这第几个链接是吧？这个粘尘纸在第4个链接啊，八块八，一个轱辘带3卷纸。我还没做游戏呢，是吧？还做游戏呗。那做游戏，我做游戏。来。三阿妈没看懂意思，啥呀？四个来，小迷糊来，小迷糊啊，来，你们几个坐好了来，啊，三个来，三个过来，真没看懂。三过来，你过来，三你坐着，三你坐着，坐，真没看懂你们说的啥意思呀？
啊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啥，说我没明白什么意思。别动，不许动啊！就是咱胶带那边。胶带。啊。不许动啊！弄。这不这儿呢吗？这家伙这眼睛小啊。弄。我以为粘地下头发，粘地下头发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弄。坐了，不许动，退，上来啊！我不是大学生，我是啥大学生？俺家只有我一个是大学生，只有我是大学生。我第二学历是大专。预备！喂，你们几个能不能听我口令呢？能不能听我口令不？不好了，走了，坐起来。听我口令，我喊三声。听口令，预备，小明，你发现你是真行啊，小明，我刚预备你就跑，那没吃过呀？啊？预备，你别玩赖你，我行不行？你咋这么冤，这么冤玩赖呢？对，滚！你们有一个能成功的，是不是啊？老师坐着，老师坐着去。好了，坐好了，散了，散羊了。这怎么都这样式的呢？现在都啊，一点都不听话了，怎么都啊？我应该把那个谁大脚。一，二，三。谁跳过来了？这是老四，老四蹦过来了。大脚是不是拉粑粑了？啊，没有吧？咋没拉呢？拉了。拉了。这么烦人。出来，出来！老四啊！那真是直肠的你。老四出来，出来！你上里头拉粑粑门粑粑去啊！这你真是个直肠的呀！啊，这个大脚啊，我真是服了。这上面吃完，你下面你就拉，就差这一会儿功夫。哎，你说行不行？那呗，就差这一会儿功夫，你说说。你这粑粑都是绿的。绿的？为啥是绿的？吃草呗，咱。啊，对的。老四吃草，可我吃窝拉的，你瞅瞅你。别吃草，小迷糊。小迷糊，不大脚吃草吗？那也不是老四吃草啊。我说的不是大脚吗？你说是老四。哦，妈呀，我都不记得我说的啥了。吃完就拉那呗，你说，哎，他吃完了连一分钟都没有，那就拉了。三妈说老四。妈呀，那我不记得了。妈呀，失忆了我。笼子是别人送的。笼子是别人送的，家人们。说大脚，对，大脚吃草。心烦了，看看你的直播，你的段子，心情就好了。哎呀，那真是感觉到很那个啥呀。今天我拍我四哥那个段子，就家人们你们看了看，我今天我拍那个段子。还有四哥游泳那个段子，
多少钱一辆？22块钱一辆。是吗？才22块钱一辆。对，你们没有看到那个段子，你们可以上咱家，点击头像上咱家第一个段子里头点点关注，不是点点关注，点点红心，评论一下。我就放大点，要大点就给他不拉。他不拉完了吗？他还能再拉？还能。那你去放放吧。就是他这边吃完连1分钟都没有，知道吗？压根儿就没有等到他出来。我算了，再摔了，摔了。你咋又给他关里了？关里不行，因为你要喂大狗吃饭。因为你不是说要带他下去先遛一下吗？先在这里待着吧。嗯。我跟大狗玩游戏呢。嗯，这都拉完了，那怎么整？整不了。对呀。刚才谁把那个给我扯掉的？是大脚扯掉的吗？小迷糊。啊？小迷糊。小牛扯掉的呀。过来，小牛过来，小牛来，坐好了。狗狗没水土不服啊。大脚以后只能放室外吃饭，我看也是。我直接给它整个坐便，坐便上吃。人家狗有水土不服，咱狗真没有啊。嗯。咱狗从牡丹江来到杭州。哎，这么多天了，从来没有过什么水土不服，什么拉稀啥的啊？对，没有。那三不能动。三不能动啊，三文。咋来两溜啊？啊？来两溜啊？加一个可以了。真假？啊，必须得。只有老四能过来。必须得能整清点障碍啊！不整那还没有意思。三得恨死我，净他妈给我找啊！出难题儿。三说净给我出难题儿啊！是个游戏发明的好玩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也发明个好玩的游戏，知道这样吗？这游戏已经过时了。来，再过来，坐好来。我就发明不出来什么好游戏，知道吗？过来。好，石头坐下，石头来。石头坐下来啊。媳妇儿。嗯。你看这会场他们几个谁吃的最多啊？嗯。我放一个。啊。我要放三根火腿肠，坐好了，你坐好了，三位坐好，三位坐一下。媳妇，你猜他们三几个？都让老四吃了。能都让四哥吃吗？能。嗯。两个。啊。我再放一根。你都趴那儿了。三不会过来吃的，三不会那个啥，他不敢那个啥跳。好搞笑，三根儿，哎，好，看他们几个谁抢的最多。三坐起来，对，老四坐，三坐，来，谁坐啊？我数数才能抢，我没数数不能抢。不许动！各就各位，小明，各就各位啊！小明，吓我的，哎呀！你们怎么回回都这样式的呢？啊？退！小明蛙，给我回去！小明回来！我看你们谁敢抢！预备！撅屁股就完了呗！瞧你们，你跟偷东西似的，你瞅瞅！预备！你干啥去？啊？你干啥去？疯了！
不是啊？米花啊，又疯了！骂我，坐下来，给我坐下来！啊？咋的？骂我是不是啊？啊？咋了？老爷说你不对呀！闭嘴！给我坐好了。能过来掐小迷糊的脖子吗？这家伙对小迷糊恨之入骨了，是吗？预备啊！一，你是疯了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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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妈呀！干啥？三，这谁？三个他蹦过来了。三蹦过来了，蹦过来了，他妈要命啊！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听话的了，嗯，一个破游戏，有的游戏再也不玩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给我回笼去。有小明玩不成这游戏，真的有小明玩不成。你进去，进去啥也不是，你进孤儿院吧你啊，在里边养老吧你。我可喜欢看小迷糊犯规了。有小迷糊玩不成这游戏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真玩不成，还给你犟嘴，知道吗？三蹦来了，咱再看一遍三万，家人们啊，咱看一遍三万啊，来，再看一遍三万他们几个。我寻思我带小迷糊好好玩儿，这小迷糊一点不让我老不让我省心呢。小迷糊怕姥姥，姥姥指定打过小迷糊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还真说错了，我还真没打过小迷糊。我打过小迷糊，但小迷糊怕我。过来，来，过来。我还真，就老大和小迷糊我都没打过，但是老大和小迷糊他俩就怕我。过来，嗯呐。小迷糊不怕我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好了啊，咱好好玩一玩啊。行行，跟三月咱几个好玩一玩。不听话该打打。
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看谁能抢了啊！四个狗，看谁能抢最多，来，对，来，对，对。并排吗？就是你们就不能正道的坐的吗？正道坐着吗？不往后退什么玩意儿？你看四个，再往后退，再往后退，退退退退退退啊！再退，再再往前面，前面好。老大，你看看，哎。什么啊？各就各位，预备，一、二、这老四，哎，你们爷俩真是，这你们爷俩真不愧是那啥呀。你自己吃啥呀？啊，老四啊，坐下，坐好了啊！那你自己吃啥？这爷俩真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呀！那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！哎呀，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，不玩这个吧。石榴，想要他们吃的这个磨牙棒呢啊，这个结石棒，9.99一罐，一罐里边有35根啊，里边一罐有三十五根，这胶带是不是会粘毛？没有一个听话。没一个听话，给他们整点粮食吧。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哎、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我给他们倒点。来，倒点粮吃饭吧，他们几个啊。感谢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让大家伙想买我媳妇穿这个裤子的啊。在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，老铁们，在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，我媳妇穿的这个是叫悬浮芭比裤啊，兄弟们，悬浮芭比裤，好，你就不要倒那么多，好，有想买我媳妇穿这个裤子的啊，家人们啊，你们可以去拍上那么一单啊，这小裤特别好啊，过来来，三过来吧，过来吧，那老大来，还那么饿了。小迷糊，让小迷糊出来吃饭呢。小迷糊呀，老爷都该你的，我跟你说，小迷糊，老爷都该你，我跟你说。媳妇给大伙介绍咱家的裤子，介绍完之后，啊，大伙有好多都买了，我看我都没介绍。直播间这会儿有，刚才有17、18个买的。啊，谢谢家人们啊！我媳妇穿那个悬浮芭比裤啊，这个是。有一个啊悬浮裤，然后呢不卷边儿啊，这个叫啊我媳妇介绍吧，家人们掖起来，对，掖起来，掖起来好看，媳妇，哎，对，这掖起来好看啊，家人们啊，要想买裤子的话你们可以去下一单，我媳妇这个穿的这个裤子就是一个5分的一个打底裤，家人们啊，它是起到一个瘦腿啊瘦腰，是不是媳妇？不是瘦，不是不是收腿收腹啊，不是瘦啊，家人们啊，收腿收腹啊，它不是瘦啊。看我这腰型啥型？是 S 型吗？你腰啊，这不 O 型吗？媳妇，这不是。啊 ，O 是媳妇，你说的是啊，是 S 型。我正常的肚子比这个犯规能咋的，狗狗咋样大家都爱看，就是喜欢狗狗。哎呀，家人们，犯规就犯规吧，该吃饭吃饭，吃饭和犯规是两码事儿，知道吗？你得该吃饭吃饭，和犯规是两码事儿。 4S 买了个肤色的，再买个黑色的，感谢福江啊，谢谢啊。对，我正常的话我就穿这个黑色的这个裤子加一个短袖，我就这么出门啊，你就在这个地方。然后首先它这个裤子，你看它裤子是这个形状啊，你穿上之后，它就跟你这个裤子喜欢是一样的，知道吧？
然后呢，它有一个鱼骨，有这个鱼骨，这个鱼骨就是能使你的这个面儿啊，肚子这个面儿和你的肚子特别贴合，然后不容易卷边儿啊。然后还有一个磁帘儿，还有两个磁帘儿啊。然后呢，咱家这个提臀的效果，嘿，燃烧啊，磁帘儿那个。咱家这个裤子提臀的效果特别好，因为它是一个反差力的一个收臀的一个那个设计啊，然后它会把你腿上这个赘肉，然后给你提到这个屁股上，使你的屁股特别有弹性啊，特别鼓溜。然后你穿个包臀裙啊，穿旗袍啦，穿裙子，穿牛仔裤啊，都特别显型。能不能整个纱线的没有啊，家人们啊？我给大伙说这条裤子什么料的，老铁们，给你们看一下子啊。咱家这个裤子是，家人们。裤子面料，锦纶80%，氨纶20%啊，棉底裆是棉的啊，裆，卡布裆，媳妇儿把卡布裆给大家伙展示一下子啊。就是你穿这个裤子不用穿内裤啊，然后它这个是一个悬浮的设计，然后你不穿内裤的同时，你穿上这个裤子，你不用担心它会勒裆啊，不会担心它勒裆。不穿裤子也没事啊，不穿内裤也没事啊，这个是一个。一个纯棉的一个底裆啊，纯棉的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对小肚子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啊，不管是春夏秋冬啊，小肚子是最这边吸热是吧？这是保暖，对，吸热保暖啊，家人们这块啊，你回去你可以做个实验，家人们，你把那个热水啊，你把热水往这一放，哎，家人们，这会可温乎了，而且它就变颜色了，知道吗？这会可温乎了，这会起到一个保暖作用，知道吗？啊。对，或者你像我似的这样把手捂在这顶上，一会儿你就能感觉到了啊。然后呢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不勒得慌，只要你尺码选对了，它就不勒得慌。而且不管你穿日本兵粉才是真的黑粉，不管你抻多大啊，它都不会变形，知道吧？看到吗？看我抻这么大，这是 M 码的，我抻这么大啊。然后你看我松手，咱家这个不起球啊，不起球，不变形啊，不起球，不卷边儿啊，不起球，看见了吗？不卷边儿，然后也不粘毛啊，也不粘毛，而且弹性好，对，弹性好，你怎么运动？跑一个球，你跑一个来，跑一个，百米跑去，百米怎么跑去吧？百米怎么跑？百米怎么跑？我都跟你讲啊，这已经媳妇儿，你给大伙翻个跟头吧。你这个翻跟头不能掉裤子，家人放心吧啊！你翻跟头，翻跟头不肯定不能掉裤子，翻就完，翻完事的。媳妇儿，你上那个不，你上那个茶几上往下翻。妈呀，那你整死我得了呗！啊，不，你上冰箱往上翻也行，媳妇儿。你翻吧，没事，媳妇儿，我接着你来翻。哎呦妈呀，我不会翻。哎呀，媳妇儿，就你两下子吧，翻跟头都翻不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还得冲个字还不会翻，你看。别老霍霍媳妇儿，我寻我不行，给大家伙展示一下这裤子好吗，家人们？而且它不掉裆。我寻思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裤子不错，裤子好，啊，而且特别凉快，家人们啊，小风一吹嘎嘎凉快。特别透气啊。透气啊。透气。真价。咱家裤子，大家伙按自己的尺码拍啊。按自己尺码拍啊，每一个裤子都有一个自己的尺码，老铁们啊，每一个型号都有自己尺码。75斤到115斤的话，85到115是不是媳妇儿？对，穿 M 码。穿 M 码，家人们啊。你们待会儿按自己的尺码拍，帮你们走拍家人们啊，待会儿应该都会拍，是不是？都会拍，点开，家人们看到吗？咱家的裤子点开立即秒杀，老铁们，肤色，左面是肤色，右面是黑色，老铁们啊。你们有需要啥？你们拍哪个颜色啊 ？CL 130斤到155斤啊，根据自己的体重拍就行啊。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肤色不是到115斤吗？然后这个 L 码的这个，它不是从110斤起吗？如果你的胯比较宽的话啊，比较宽，你就拍这个 L 码。拍这个，你胯宽的话就拍大一码的。对，如果你那个没有胯的话，你就拍小码的。对啊，小一码，就是拍正常码的就行。嗯，39.9一条，家人们啊，咱这裤子卖便宜啊，别人家都得是59、69的啊，在咱家39就能买着了啊，家人们，在咱们家39就能买着这个悬浮裤啊。我感觉我好像真瘦了。
嗯，怎么说呢？怎么瘦了呢？因为我穿这个裤子，这个腿儿有点，就是没有我刚穿的时候那个啥，我一会儿我就感觉我这几天瘦了，因为我锁骨都出来了。压缩毛巾是小姑娘用的，擦脸的，对呀、啊。小姑娘、小小的都能用压缩毛巾。能看出来瘦了，我媳妇儿，媳妇儿你是不是受气了？我真瘦了，我来的时候你是瘦了还是受我气了？都瘦了。啊。因为我媳妇不会是受气了吧？我来的时候，我的锁骨都看不见，真的。现在媳妇，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能看你锁骨了吗？不知道。你锁骨肯定是胖了，媳妇。那还是证明我瘦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瘦。你没瘦，媳妇，只是说锁骨胖了。大家有喜欢咱家这个打底裤的啊，然后有肤色和黑色啊，你们看好哪个颜色你们就拍，也可以两个颜色都选换着穿啊，黑色可以外穿啊。这个面料特别柔软啊，特别舒服，而且特别透气，你们去拍就完事儿了，绝对不后悔的啊，绝对不得后悔。咋说话呢？咋了？但是我说你那个锁骨胖了，他说咋说话呢？哎呀妈呀，这今天晚上不生事了，这肚子一疼一会儿一疼的。四哥呀，哎，我确实吧，其实我可愿意带着咱俩狗一块疯了，知道吗？我觉得带狗一块疯、一块闹、一块玩，老有意思了，这样的。就我就喜欢能疯能闹，跟他们几个，知道吧？在地上一块玩，啊。因为跟狗狗在一块玩耍呀，家人们啊，在地下一块打滚，一块玩耍呀，一块娱乐呀，就那种感觉你是体会不到的，知道吗，老铁们？啊，就他们，你跟狗在一块玩吧，就他们特别单纯，知道吧？哎，我跟他们在一块玩的时候，我总想坏他们啊，我总想坏，就比如老四啥的，我总想坏他。那你也总想坏我呀？啊，总想坏了，老四还不知道啊。我想坏小明的时候，小明还不知道；想坏老四的时候，老四还不知道。嗯，就这种感觉，就他们特别单纯，知道吗？有意思，跟他们玩有意思，知道吗？我也单纯。嗯，单纯。我要不单纯的话，我能让你过吗？嗯。总想坑他，你看，总想坑他。哎，我就坑狗，我就愿意坑狗。老爷，我是杭州的，欢迎啊，小拉小 Q。小拉小 Q， 杭州的，咱直播间有好多都是杭州的。哎呀，好多都是杭州的呀！咱家客服说，意思有好多朋友们想上咱家看狗的，杭州的好朋友们。啊，哎呀，现在主要是咋的，家人们？现在这个疫情啊，啥呀？我们都不跟外人接触，我们这块，我们都不很少跟外人接触，知道吗？现在，迪特什么时候发货？迪特的话，家人们怎么得明后天吧？明后天给大伙发货啊！杭州会说一点，杭州会说一点。我看这么久没有坏其他狗，我也喜欢跟傻子玩。你这话说的。我也喜欢跟傻子玩，我不是说他们是傻子，你这不变相说我四哥是傻子吗？四哥累了，家人们，四哥今天玩游泳了，四哥今天游泳游累了啊，家人们。我26号拍的这个裤子怎么还没发？26号。你买什么码的？他买的应该是西眼的码的，俩西的。没货了。俩西的明天能有货吗？嗯。拍摄应该是俩西的，两个西儿黑色的。要说杭州话不能用普通话，谁会说杭州话呀？哎，我想知道，就用杭州，就是用那种方言，在这个讲，要是说些不好听的话，能被评判出来吗？评判不出来。只能评判出来普通话呗。对。咱家媳妇儿想卖点啥？咱家的零食啥的，是不是？这酱不挺好吃的吗？媳妇儿，这个酱不能卖吗？对，酱挺好吃。媳妇儿，把这酱拿过来，是不是？咱家酱挺好吃的，家人们，你们想买咱家这个酱的辣酱啊？这个辣椒酱好吃，
双椒鲜酱两瓶，19.8元。来，这个酱好吃，家人们啊！你说那玩意儿杭州话我们听不懂，他们这话可谁都听不懂，就比如说杭州话、上海话都听不懂。就是河南话我跟你说都听不懂，知道吧？这个酱好吃，家人们啊，19.9元。我看这酱里面，我看这酱里都有啥。这个就是辣椒吧？这个里头是剁椒，知道吧？这是剁椒啊，这不里边不也是辣椒吗？媳妇儿啊，对，就是双椒，有红辣椒，有红椒和绿椒。这个辣椒酱好吃，家人们。这个辣椒酱可好吃了。这辣椒酱是哪儿产的话啊？四川。这个辣椒酱你拌米饭里，就是你整一碗米饭啊，你摆一勺，然后你和那个米饭里那么吃，老香了，老好吃了。然后或者是剁椒不辣，把那馒头那个掰两半，然后把中间抹上这个辣椒酱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酱是真好吃，家人们知道吗？啊，你们想吃这个的哈，你们可以拍一下子啊，19.8元。是不是你觉得19.8元贵吗？我感觉一般嘛。这个正常在超市里的话，9元也能买一罐酱了，反正也能买一罐酱，9块钱10块钱也能买一罐酱，知道吗？但这个酱还挺好，挺不错，家人们啊，就跟在超市买的价格差不多吧，老铁们。可能是大伙没吃过这个酱，是吧？一般地方没有卖的啊，城市与城市这是没有。嗯，反正你们想买的话，你们拍吧，家人们，这好吃啊，尝一尝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都是整一碗米饭，然后摆一勺这个酱，然后拌在米饭里头，可好吃了。嗯，保质期。这边卖的15一瓶。12个月，老铁们，保质期12个月。他说他们那边卖15一瓶。跟老干妈差，比老干妈好吃。啊，这个在别的地方卖15块钱一瓶啊，在四川呢。是吗？15块钱一瓶。我这边卖15块钱一瓶，三元军团，河南郑州的，比老干妈好吃，但跟老干妈不是一个东西、啊。对，老干妈就是酱，知道吧？辣，它这个是微微辣味，它就是香辣的那种感觉。老干妈那干辣椒做出来的酱，这个是鲜辣椒做出来的酱，不一样。这边15、18一瓶。真15、18一瓶啊！这个好吃，一瓶是245克，然后2罐，保质期3个月。啊，不是保质期3个月，保质期12个月。保质期12个月。哎呀，先生们，咱家我不是说我不想卖人吃的东西，咱家东西都特别多，我都卖不过来。咱家还是宠物用品的话需要的多一点，知道吧？其次就是那些东西我只能三元店只能做专场卖，知道吧？床品呢、啊、服装啊、化妆品呢、啊、我只能说做专场卖那些东西，开专场卖生活用品呢、家居啊。我四哥往这一趴好玩吗？四哥，酱19.8元2罐啊，还有啥媳妇儿？哎，这个酱咱没卖之前咱都吃了好多。还有咱东北酸菜，家人们啊，东北大酸菜啊，有想吃东北酸菜的啊，19.9元5袋。19.95元啊，5袋酸菜，4、5、20，4块钱一斤呗，是不是1袋500克？老铁们，东北大酸菜啊，老铁们，啊，东北酸菜好吃，19.9元5袋，家人们啊，这酸菜真不错，我们平时总吃都吃这个酸菜，家人们，啊，冬天的时候吃都是这个酸菜，去吧。别让三文出去，吃没了吗？
咱俩快吃饭，不，小明快吃饭，小明快吃，快吃饭去。酱呢？酱啊，酱在第49链接呢，家人们啊，在杭州这边要待多久？等房到期呗，对不对？咱不能说把这房子扔着不住啊，家人们。这房子到明年呢，这房子到期的话就到明年四月份了。你看几个月？现在才七月份。现在七月份，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五个月加四个月，得在那边待九个月呢，家人们。这些我都想买，可是寄不到我这儿。你是哪儿啊，燕姐姐啊？香港。哎呀，香港指定是寄不到我。顺丰能寄吗？顺丰是不能去啊，也那属于，哎，家人们，你说上那个港澳那边属于国际快运吗？属于吗？应该能到吧，我感觉应该能到。浪费了两个月，对，浪费了两个月，到明年四月份，顺丰可以寄，应该可以发申通。EMS 能到。就邮费贵一点，不知道，没邮过。咱家发货的话也没发到过那头，顺丰可以寄。而且我估计就算有那边订单的话啊，就算有那边订单的话，这边也发不了啊，因为我们这边发快递才3块钱，家人们，我们这边发快递才3块钱，3块钱的话不可能到你们那会儿，那港澳台都贵。这房租多少钱？房租一年8万，家人们啊，运费成本太高了。